我们要来介绍我们小时候儿时的玩具，它叫皮尼亚达。台湾就是用火烧了，台湾不是嘛？台湾还有一栋房子跟。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！请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。嗨，我是阿杰。嗨，我是 Cindy。大家好，我基隆翔啊，不是，我基隆东。怎么是用菜单？我是 Marky。耶 ，Marky。今天很特别，就是我们要来介绍我们小时候儿时的玩具游戏。你不走嘞？你又想干嘛？因为我毕竟是在阿根廷长大的，所以我的玩的东西大家一定没有看过。那我们现在就一一来介绍。我小时候都玩就是轨道车之类的，轨道车、四驱车，你们应该都有改装过吧？我有，我还有一箱一盒，然后那箱子是蓝色跟白色的。我还记得我的那个名字叫皇帝号。你知道什么是四驱车吗？我有看过，但是我不了解。就是以前有个动画叫暴走兄弟，然后他们就是一定要跟着车子跑。我第一台四驱车有个阴影，因为四驱车是没办法停。对，我好不容易存到钱去买第一台四驱车，组完之后我就放在地上飞出去，然后就有一台车直接把它。刚买就坏了，而且还要先组哎，你要组很久。然后再来还有什么？平平，我是讲扁扁，我讲扁扁，就是它是一个塑胶片，然后你可以这样。你们知道还有那种就是霸王，你要赢你就靠那个赢的，你就葡萄超强。对，因为它葡萄超强，那真的不公平啊！那你也可以找你的葡萄，我也有。对啊，我觉得讲起来就很帅，或者是可以涂立可白。立可白是作弊用的吗？有点作弊，可是好像那时候大家也不计较，就看谁立可白涂的厚。而且发现现在小朋友，因为我们前阵子有做一个企划，现在小朋友不玩扁扁，他们会玩笔芯盒。笔芯盒一样的概念，只是把对，可是笔芯盒，可是笔芯盒又怎么很平滑哎？就他们有不同的玩法，一个是叠在上面，一个是把别人打出界限。哇，好特别，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哎。而且他们也会改装，就是里面可能会插冰棒棍或什么，可是后来他们就会分改装厂跟原装厂。房间有自己房间的规则。哎，这观众不知道知不知道哎，在下面留言说，哎，你们小时候都玩什么，或者听我学弟讲，他就是国小的时候超级盛行，然后他们还会拿这个当成科展的主题，好酷哦。好，那再来啊，阿杰说嘛，你有度过笔芯的那个年代吗？我当然有度过笔芯的年代。我今天一直强调说他的世界跟他的不是因为我那边没有笔芯，我小时候大家都是拿圆珠笔了。怎么可能？阿根廷呢？阿根廷不都踢足球都赤脚的吗？你真的是你会被骂啊！没有，我玩草上曲棍球啦 ，hockey 就是草上的曲棍球，不是冰上的，用跑的。南非也是。会很难打吗？不会，他头是长不一样。男生用跑的锤球吗？不是，你看我们就很难聊下去，所以我们还是介绍你们的好了。我的同学是跟他很像，但是我今天只是去找一下我以前可能有玩过的这个。哎，这个一定要玩过啦！这夜市很多啊。以前呢会有一种干妈点，他们会用真的抽抽跟这种。我们是小时候，我们一群小孩子，一个拿一盒，然后大家就当商家。对，真的有这种人，真的有这种人。还有这个啊，这个我知道，这是那个会长大的树吗？这样，你这样不是？哎，这个你这样子，我们可能要闪。可是我记得他会爆。啊，这个我不敢，我不敢，我不敢在这边玩。他就是这样子，他就会爆。小时候玩的、啊，可是小时候玩的意义是，小时候就是会去吓同学，还有甩炮、啊，会玩甩炮，对，甩炮也会。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烟火就买不到了。好像我记得是有人把甩炮放在口袋里面，然后跌倒，它就炸掉。我以前会把甩炮放在那个椅子的四个角，然后他上课坐下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其实有人啊。小学生真的很变态，我每次走在路上看到女生，啪，就这么贱。这个东西在国外就是犯法的，国外直接枪了吧。小孩其实有一种枪的玩具，它不会射出东西，只有烟的。可是我们都是绑，我是绑橡皮筋的，我是玩的橡皮筋枪。他一定却记得，我都留这里，然后原来是纸的。对，然后它可以射出来。凡是以前的玩具都很多会送那种小礼物。乖乖以前有漫画。对，漫画很小很小一个。以前健达出奇蛋也是大家很夯。阿姐有玩过这么多东西，我真的很讶异。我就一直觉得他是簇拥在很多女人的周围。那你知道你跟他弄女生的差别在哪吗？女生会开心，跟女生会去跟老师讲。老中没有，
小学生他们不是在看，好像不太会看外表。对，我小学生很会看外表的。阿根廷，阿根廷小学生会看外表。是啊，学校就是有风云人物啊。哎，我觉得国小完全没有。小学在看什么？小学都看看运动吧，可能是长得高的，长得高的吧。没有，我们学校不是，我们学校足球嘛。谁的身份最夯？因为他们是贵族血统。怎么分？怎么分？有穿鞋子跟没穿鞋子？你真的？还是他要带爸妈？没有，因为比如说我一个同学，他可能就是逗老师，然后逗到就老师发怒，然后我那个同学的爸爸就直接开直升机到学校。哇，真有趣嘛！我这样就直接就是。哪弄来的直升机啊？不要说直升机了，就是连火箭炮都有。而且以前的糖果也很好玩哎。枪造型的糖果啊，然后香烟糖啊，口红糖，对对对，口红糖，口红糖，还有戒指啊，戒指，对对对，哦，阿根廷有干嘛讲这种东西吗？对啊，我们叫 kiosko， 基本上它是一个小店，它也会卖一些些可能很少的玩具，但是在那边的话，有钱人的区域跟没有钱人的区域，区域其实分得很清楚。那没有钱的玩什么？有钱的玩什么？有钱玩没钱的、啊。我们有钱。好啊，这个是溜溜球。溜溜球，小时候大家很会玩溜溜球，是溜溜球高手，对不对？那也可以稍微就是拍谁啊？小花回啦。它是可以最基本的。可是他一直没有办法停住，对，他这个真的不行，这是旧的，这不可能，他停不住，因为后来的又改很多改良版，就是可以停住，然后也可以做很多炫技的功能。然后刚刚听阿姐说，有人是无名指流或食指流之类的，是不是？我是用中指啊，我也是中指。比较灵巧，看我就讲真的，我就是中指。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也是有看过，可是我真的很少看我同学玩。我觉得我同学都属于很户外，譬如说我们会去街上溜冰，然后玩滑板。然后我们会去钓鱼，然后我们会去抓蝴蝶，就跟那个动森那样。我们以前抓蝴蝶，因为我们在乡下田里面，邻居的哥哥就会带我去那种拔那种草，然后他就把它束成一捆，然后带我去当薅蝴蝶。你直接拿羽球拍了，你拿羽球那是你是在敲它，你只要打下去，那个蝴蝶只剩下它的心而已。好坏啊！什么东西？这是要玩什么？没有，以前有这个很秋哎、欸。哇，那你们有玩一次之后，我就要笑隔壁班。哎、欸，我铅笔盒会那个，可以有很多机关的。我很羡慕那个铅笔盒，然后我就带一个那个铅笔盒去阿根廷，然后我同学笑我，怎么用这么花俏的东西？铅笔不就是好好的带在身上吗？那我就不敢再拿出来。我以前铅笔还可以养蝌蚪，就插着那个草，刚好可以养一只蝌蚪。可是你说我把它养死了？对啊，是会死啊，但是水沟一大堆。是是，哎、欸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啊，它就这样。哦，所以只要把它放在这边，你只要照着这个圈圈一直这样子，它就会出每个点画出来的东西。哦，我画久一点是不是？你可以画小圈一点，很疗愈耶。对啊，你就会觉得你画了一个很完整的东西。对啊，我以前觉得这个很秋。好啦，那换我了没？哎、欸，这个哎、欸，它叫皮亚达，是墨西哥，这是我从美西班牙文、哦，这个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，因为我带不了大的，所以这个是我去定做。然后呢，它通常是在屁屁里面会塞很多糖果，然后你想什么？没有，我们台湾里面通常都塞黄色的钞票，可是那是纸钱啊。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我要讲它的原理，它基本上是墨西哥，可是其实它从欧洲差不多十四世纪那边流传过来，他们就会把它拿来当做生日，譬如说在南美洲或西语系国家，十五岁生日是很重大的，有些人他们会办像婚礼一样，那有些人呢，他们过生日的时候就是会出现这个东西很大的，它可能不是这个样子，它可能是芭比娃娃，它可能是 Dora， 所以他们一样用一个棒子打它，对不对？台湾墨西哥有火烧了，台湾不收嘛，台湾还有一栋房子跟，我们也有啊。我就用一集做西班牙文的介绍我们的给他们，我说我们都用烧的，就很棒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皮亚达小马挂起来了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是蒙着眼睛棒打他，然后我们会一个一个轮流。没有，我在想说你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三个有点。你自己做为什么？你自己做就好了，我不要。哎、啊，还是他当第一个，他是我喜欢。怎么玩啊？蒙住你的眼啊、哦、然后你现在，好是玩呢。你再碰一嘛，就一棒哦，打不打？不会是吧？打，你敢？好好听，然后我要换身体，换身体。好嘞，这里吧。可是他有一点观落音感。一棒啊，一棒。要塞呼，要塞呼，小夸姐，小夸姐。你差很远呢。左三千右，不要学啦。你干嘛？跑那边去。你在干嘛啦？哎、欸，好，转圈哦，好，干嘛啦？是忍不住。好，我觉得我会很准哦。好来，好，一棒哦。家里是在无忧好不好？哇，差点，差点，差点，你差一点嘞。
是一窝蜂会冲上来啊，然后就开始说因为要这个就开始捡糖果。哎、欸，怎么会有拉炮？台湾也有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拉炮，怎么会有这个？这是什么、啊？保险套。你确定小朋友看到这会很开心吗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里面什么都可以塞，譬如说有糖果跟饼干。那、有时候妈妈可能会塞钱在里面呢、所以正常来讲是妈妈会阻塞吗？我就阻塞，会阻塞。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啦，谢谢我们的基隆诺阿姐跟 Sandy， 拜拜。跟大家宣传一下，基隆东我大哥，对不对？基隆东我大哥，然后订阅森迪卡卡，耶！然后记得订阅阿灿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拜拜！哇，很美，然后家里出，你这样看起来很好看呢。家里有问题。哎，阿灿通常这样子玩完，都是大家剪完就没，还是大家会一起清掉？他会付钱给穷人，用人会清。